不不不不不，我现在过去，30分钟，不用，20分钟马上赶到啊。喂，小姐，你现在来一趟长盛，我们要出一趟差。出什么差呀？大半夜的，疯了。沈总，啊，对不起啊，不不不不不，我现在过去，30分钟，不用，20分钟马上赶到啊。没事，你不用帮我。啊，马上过来。不好意思啊，晚了一点点。啊，谢谢沈总。沈总，嗯，没想到你也挺辛苦的，都这么晚了还去出差，还自己开车，你那个安助理呢？我安排他去处理其他事情。嗯，哎，那个你要是觉得太累了，我可以开。不用，我自己就可以。啊。沈总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长盛新开了一家商务酒店，这一次主要是为了安排酒店试营业的工作，顺便把团购车的案子解决了。还得一会儿呢，你要是累了就休息一下。啊，没事没事。啊，我不累。到了。这世界很酷。